这边有一个大船，是不是郑和下西洋时候的船？应该是，这可能是个军舰，对，就是军舰。这是卖啥的？卖冰水的。How much? Eight. 以前的军舰，马来西亚以前的军舰，而不是大西洋的军舰。很大，树呀，好喜欢呀。看从哪边上呀？我们上去看看。树真的好漂亮。坐船。有一个椰子蛋在这吃。在这边买了票，然后两个人是30马币。Thank you。船还挺大的，现在我们可以去这个船的内部看一下。对。中国的这个。Thank you。Yes。They put the first.这个人好奇怪呀、啊，他说要必须照相，我说我不愿意，他说是 must， 说是必须的，说他们在做一个研究，然后呢我们就说不想照，我就说哎呀不行了，我们也不逛了，然后他呢就有前面有几个人走过去，我说他们也没照，他就说如果你不想照也可以，好奇怪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他刚才不是说不。必须照吗？对呀、啊，好奇怪呀、啊！他就立马翻脸。是我觉得好奇怪呀、啊！现在就上这个船吧，小船长。好的。这边还拖鞋。我们先到上面。先去上面，先去甲板上。先去哪里？我们先到上面。这里面是海盗船长，不是海盗，他就是船长。你干不了这个活，你在上面你就晕菜了是吧？我吓得连看都不敢看。那边是挂帆，连这个都有点，都有点害怕，我连这个都有点害怕。是啊，冲着手机看着玩着就拍下。我的影子，好多宝藏啊！你看它有，那是啥呀？是吧？哎，我给你也拍上。这是一个，你看葡萄牙的国旗，葡萄牙的雕饰是吗？我跟你们讲过，好像是吧？这么多船，一个舰队。哪一种船？让我看看。你在海上不晕船吧？海上我肯定不晕。那你这个？古代。这还有个楼梯。这很笨重，那古代枪好笨重。枪这是有点笨。还有望远镜，是一个灯，远射灯吗？嗯，照出去就有个十字架照的，在照的地方。不，这是一个航海时代。小红船还挺特别的呢，每艘船都不一样。我就不太愿意生活在船上，因为新鲜水果太少。你看它这个已经有，还有这个石狮子，这个很明显是中国的东西。对。嗯。我们去。就关人了。囚室。这还有这么小一个船还要关人呢。啊、哦！你看他们穿的是清朝的衣服，那个人。嗯。还行，我穿着袜子。这个乌龟、鳄鱼形状的钱币。哦，好奇特呀。嗯。这是一些古钱币。骑着大象。更重的枪，这个枪应该威力更大，不过这个是还没有升级过的，不过这个子弹应该还有那个小小的是子弹。哦，葡萄牙。
快的太冷吗？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师。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师。嗯，这边可以放电影。这边上不去，那就没了，逛完了呗。啊。逛够了吗？上面我给你拍一张照片。哟，你再上再上，这样子我就才能拍到上面。站在那个穿白衣服的女的那个地方。哎，关完了，现在出去。关到一个密室。这就解释了，刚才照相他是为了卖照片。可以。好大呀！这毛真大。哦，这个吧，我来买。这个好好看呀、啊，红色。现在有海风，吹着我的头发。这是一个什么建筑？这边是乘船码头。这在问路。我也不知道你在后面。谢谢你儿子，有个儿子真好。现在坐车去沙滩。